후 호이포이 호이포이 快来订阅吧！ 大家好，妈妈说今天有个小宝宝要来和我们一起玩，我们好期待啊！哈哈，鲨鱼宝宝、威廉，邻居家的宝宝来了，妈妈要去做一个蛋糕给大家吃，你们可以帮忙照顾宝宝鲨吗？当然可以，那我先去做蛋糕了，宝宝鲨就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吧。嗨，宝宝鲨。 你想跟我们一起搭积木吗？哎呀呀！哦，宝宝鲨，别哭别哭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宝宝鲨应该是肚子饿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给宝宝鲨泡牛奶吧。没问题。我们开始泡牛奶吧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奶瓶。 接下来，奶瓶中需要加入一些水。嗯，这里有三个水瓶，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？牛奶、果汁，还是温水呢？要选温水。威廉，水要倒到这个刻度，小心不要倒洒哦。 温水倒好了，下一个步骤是加奶粉。嗯，要加几勺呢？要加三勺。下一个步骤是，我知道，要拧上瓶盖。最后，摇一摇，让奶粉充分融化。 奶粉泡好喽！太棒了，朋友们，宝宝鲨很高兴，不哭了。小汽车嘟嘟嘟嘟嘟，小汽车嘟嘟嘟嘟嘟。哦，好臭啊！宝宝鲨拉臭臭了，朋友们，宝宝鲨呢？怎么不见了？ 我们一起去客厅找宝宝鲨吧。朋友们，你们有看到宝宝鲨吗？啊，这是谁的尾巴？宝宝鲨，我们找到你了。哦，是妈妈。鲨鱼宝宝威廉怎么了？和宝宝鲨玩得还好吗？我们玩得非常好。 那太好了，妈妈继续去做蛋糕喽。再一会儿就可以吃好吃的蛋糕了。啊，还好没有被妈妈发现宝宝鲨不见了。嗯，哦，你，哇，我们找到宝宝鲨啦！宝宝鲨，我想你应该要换纸尿裤啦。 首先，脏了的纸尿裤要折叠起来丢进垃圾桶。接下来，用湿巾把屁股擦干净。下一步，帮宝宝鲨涂上护臀膏。最后一步，给宝宝鲨换上新的纸尿裤喽。 我们完成了，耶！宝宝鲨看起来有点累，午睡时间到了。哦不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哄宝宝鲨睡觉吧。 挂上音乐床铃，播一首摇篮曲给宝宝鲨听吧。下一个是手电筒。月呀呀！
看来宝宝鲨不喜欢这个手电筒。啊哈，宝宝鲨，奶嘴给你，别哭了。还有小狗娃娃陪你一起睡吧。最后，威廉，我们一起摇一摇婴儿床吧。好的。吃蛋糕了。哦，鲨鱼宝宝威廉，你们做得真棒，你们是最棒的小保姆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订阅碰碰狐。